小朋友你好，来来看，今天是四月十三日，2020年，所以这边写今天是四月，今天是四月十三号。今天是四月十三号，星，一个日在上面，一个生在下面，星期。星期一，今天是四月十三号，星期一。今天是四月十三号，星期一。来来，我们来看四月十三号星期一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四月十三号星期一，四月十三号，2020年，来看看看，我们今天要做的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今天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左边。右边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来看我们左边，左边上面，左边上面这里，左边上面，中间，左边上面，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色，角角小小的红色。可是呢，右边的左边上面中间没有红色，它是绿色，所以第一个不一样。第一个不一样，这里中间、左边、上面、中间有一个红色，右边的这张图呢，左边上面是绿色，不一样。第一个不一样，我们来看第二个不一样。第二个不一样呢是上、下、左、右，上、下、左、右，左边的上面、中间、上面。中间，上面中间是绿色，左边上面中间是绿色，可是呢，右边上面中间是紫色，紫色，这里是紫色，不一样。好，这个是紫色，一点点红色，所以这个是紫红色。好，再来，第二个不一样，这个是第二个不一样，我们来看第三个不一样，上下左右，上。下、左、右，左边的右边上面，右边上面，这个是黄色，右边上面这个是黄色，这里黄色，这里黄色。可是呢，右边上下左右，右边上面这里是紫色，紫色，所以这个是紫色，不一样，紫色不一样，所以第三个不一样，第一个不一样，红色。在左边、上面、中间，第二个不一样。左边、上面、上面、中间、上面是绿色，右边的中间、上面是紫红色。上下左右，左边的右边上面这边是黄色，可是呢，右边的右边上面是紫色，这个不一样。啊，这有三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第四个不一样，看第四个不一样是哦，这里上下左右，左边中间这个是牛排酱，这个是牛，小牛的牛，牛排酱呢，这个不是紫色，可是呢，右边的中间这个是紫色，紫色不一样，所以这是第四个不一样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五个不一样，第五个不一样。上下左右，左边下面没有绿色，左边下面没有绿色。可是这边呢，左边下面有一个绿色在这里，有没有？一个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是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第五个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第六个不一样，第六个不一样是在这里，中间，这个中间呢，这个
有一个小小小，有没有？小小小。可是你看右边的这个呢，中间这边这一个大大大大大，不一样。这个大，这个大大大，这个小小小，这个有没有？小小小，这个大大大，这个是第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个不一样。看看有没有第七个不一样？第七个不一样哦，这边有一个小尾巴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小尾巴，有个小尾巴，嗯，小尾巴这边没有小尾巴，没有小尾巴，所以这个不一样。小尾巴在这边，这边没有小尾巴，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哦，这个绿色，这个绿色大大大，这个绿色小小小，这个绿色大的大的，这个是小的，不一样。嗯，所以有很多很多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一，你呢要看这个左边右边一样还是不一样，打电话给黄老师说一样还是不一样，或者是请妈妈拍跟黄老师说左边右边哪边一样哪边不一样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